景德市景德镇市陶瓷产业发展局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陶瓷茶具产品及设计大赛颁奖会现在正式开始。大家介绍一下出席本次颁奖会的，在主席台就座的各位领导。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工艺美术行业的各项工作，最后祝本次活动圆满完成，预祝获奖作品线上拍卖完美收官，谢谢大家。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国艺品网副总经理陈女士和景德镇市政府副秘书长、陶瓷产业发展局局长方小雨林女士共同颁奖。Thank you.